好，我看一下这题哦。赛事打成四分是根号六减根号二，而且是打接零到九十度，求 tan 二西塔。其实哦，你要记得，哎，有没有很熟悉的感觉？赛西塔等于四分是根号六解根号二，可见西塔就是几度？15度就出来了。所以 tan 二西塔，试试 tan 几度？30度。对，tan 30度算出来是几？根号1/3，这样行不行？你可以把有理化。这边三分之根号三，这样可不可以？配合，把这边看一下，OK。